主席，各位政府部门，首长，我们审计长，还有我们各位委员、同仁、媒体朋友，可不可以请我们经济部跟经济部林市长请备询，答询好吗？谢谢。还有哪个单位？经建会。经建会，你要找黄埔主委是吧？有黄埔主委跟湖埔主委。湖埔主委好了。湖埔主委请备询。这个市长跟这个副主委，我们看到这个相对比较起来，就是政府在这个招商引资这一块那是很重要的这个一环呢。可是我们看到经济部所定的跟经建会定的这个今年跟去年的这个对海外的这个招商引资这个比例成长的这个幅度这个非常的小那么这个额度非常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岸呢投资就是台商投资大陆的跟陆资来台的这个金额严重的这个失衡严重的不成比例我们看到陆资来台那么去年整年呢只有42亿这个台币，可是去年一年台湾投资大陆的是110多亿的美元等于3000多亿的这个台币那你可以看到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目前呢这个重点又还是放在海外的这个招商引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济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报告也是放在这一方面可是事实上我们也晓得经济部部长自己也都承认明年就今年2011年欧美这个市场可能成长都有限经济这个整个成长的趋势都会趋缓那我们又把重点放到欧美的这个招商引资事实上我们发现一点这个本席在前几天在咨询江炳坤董事长的时候他也认为我们对大陆的这个设限事实上是太过的严苛的，应该可以大幅的这个放宽。你看到对于大陆的 QD 就是大陆的这个合格的境内法人投资人那我们对金融业只有投资资本投资5%然后制造业投资10%。那我们在两岸的相关的这个论坛座谈的时候，他们都讲事实上如果能够让他们放宽到20%的话，依照会计学上权益法，他们可以认列这个获利他们会有比较大的这个诱因来投资否则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两岸的这个投资就严重的失衡，陆资来台这么少台资赴陆这么多，这一点我想请教一下两位这个首长你们的看法。这个是不是需要大幅的改变否则的话台湾的经济对不对持续的这个两岸的这个我们的经济失血嘛。丁委员好，那个两个问题，大概一个就是招商的这个引资目前看起来数还没有显现它的成果。我想这部分呢，因为招商它基本上呢是要有一些谈判的时间虽然现在去每到不管是日本不管是这个香港或者新加坡，不是我觉得你们在很多方面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呢。可是你看到你2011年的目标是2220亿，2010年的预估值是2100亿结果侨外的投资这个差距一点点嘛，这个仅成长7%而已，结果 ECFA 的效应吹得这么大结果你们的目标定得这么低，这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而且你重点又舍易取难欧美市场成长缓慢，成长有问题的，结果你不去加速招商，你要去加速招商引资，中国大陆市场整个这个对台投资严重的失衡，我们投资到大陆的100多亿美元，大陆投资全年到台湾才42亿台币，那你们又舍近求远，这不是很奇怪吗？我想这一点就是怎么样让陆资能够到台湾来做一个适当的投资政府内部我想经济部我们正在做一个检讨，那么对于那个相关目前正面列表那个表的长度或者是有些项目是不是开放我想我们这个经济部已经在做内部有哪些项目要积极的开放，因为我们看到你们定的目标今年成长跟去年比较起来只成长7%，结果 ECFA 的效应吹得瞒天价响，结果事实上这个目标定得这么低那你们有什么
具体的一些措施，哪些目标会增加新的开放项目，尤其对这个路资方面，对 QD 方面。是报告丁委员，有关这个整体的投资，当然需要有一个全面性。那么在每一个地区，主要的目标地区包括欧美、日本，我们都有一些计划要去推。 当然，大陆部分也不排除，所以大陆的部分去年我们也派了好几个团去做一些开放项目的一些招商的工作，今年会持续在办理。部长，次长，你可以看到，2010年陆资来台啊，你们定的预估值是32亿啊，当然现在超过一些42亿了啊。2011年的目标值，你们陆资来台定的是36亿台币啊，太少了。 真的，人家一个县市的这个市委书记来台湾一招商就几亿美金就走了，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觉得是不是整个政府的政策有严重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一方面我们在国际贸易战方面呢，面对韩国全面的这个挑战啊，你可以看到韩国跟欧盟跟美国签订 FTA 啊，跟这个东协10+1、10+3的这种加入啊。 按照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这个推估的话，会对我们的 GDP 造成，因为它的产品跟我们高度的重叠性嘛，会造成1%的我们的 GDP 的这个影响。那我们就要从什么地方去把这1%补回来呢？那中国大陆是很进变可以的，可是我们却处处设限。两岸很多我们在论坛的时候，他们都讲说我们这个设限的，让他们没有办法。如果说你是20%，他依会计学权益法。 他可以认列获利，他就更大的诱因来投资，啊，那我们对这个外国的这个法人机构对外资有这样同样严苛的限制吗？这个部分我们在有关对大陆这个项目的部分。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检讨，有什么新的要开放的？你告诉我们。是有在检讨，因为现在目前是开了200多项的这个。200多项，可是金额这么少啊？对，但是它还是有一些配套的这些管理是。 措施的放宽，这个可能也是。那就是你们放宽的不够嘛，对不对？你成长的幅度太低嘛，然后两岸的这个严重的这个陆资来台跟台资赴陆严重的失衡嘛，那你们的政策有严重的问题啊，这一点你必须要承认吧？是不是应该严重的检讨是吧？对，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配套的措施在放宽在检讨，另一方面，对不对？你可以看到项目也会在检讨。我们在两岸很多相关座谈的时候，面对韩国的这样子经贸包围战啊，那我们就应该啊。 放宽大陆的这个陆资到台湾来啊，能够让他达到20%啊，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不必在他自己在国内再做面板厂嘛，对吧？他可以投资我们台湾的10代、10.5代、这个11代的面板厂嘛，而且我们这边生产的还可以抢占大陆的市场嘛，就不怕韩国的8.5代厂在大陆生产嘛，对不对？那这样子是共同合则两利的这个事情呢，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我们为什么不做呢？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呢？我们大家都很担心的。江炳坤，这个董事长也都同意这样子的观点啊，都认为我们这个开放的幅度不够，面对韩国对我们经贸的战的包围，他也同意本席的这个观点啊。这个你们在这些方面要定出时间表来，好不好？这个部分我们有持续在检讨。还有一点呢，真的，次长，我们也看到啊，像国营事业啊，台糖啦、中油啦，还这个台糖的海外转投资啦、中油的海外探勘呐。 也都是赔钱赔累的这种情形，那我们也发现，啊，国营事业现在不准赴大陆投资，啊，那当然两岸资金现在已经严重的失衡了，这个或有情有可原。可是，国营事业我们拿台糖来讲，台糖在兰花方面是有它的优势的，对不对？那我们过去台糖外销兰花销美国，是因为我们可以连盆子一起输出。 那现在他们马上对中国大陆也要连盆子一起输出啦。我们的台糖的制糖的技术方面，我们还领先大陆3年5年，对不对？那允不允许国营事业技术入股呢？对不对？你技术不准他入，你可以让他准许他技术入股嘛。技术入股的话，他照样可以获利啊。广西糖厂希望我们台糖去投资，那我们不投资前，我们技术入股，结果你政府不允许他，结果。 台糖的员工自己组织一个团队，把技术带走了，肥了个人，瘦了国家，结果国家也没得到好处，在这些方面为什么不能够开放呢？是的，这一方面的这种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是有部分要检讨，但是在这个很多这种可不可以？我这边就很明确的问，可不可以允许国营事业允许技术入股？否则的话，那就是你可以看到台糖我们的农委会下面多少试验所、农业试验所也都一样。
很多种苗、很多技术也就带走了，那你为什么不允许他技术入股？对，这个部分我们愿意考虑，但是二方面的话也有一些限制，好比说有一些事业机构到大陆去做技术合作，或者是说共同探勘的部分啊，我们有很多立法院的决议就把你挡。那些立法院的决议都是在民进党时代的一些立法院决议，结果你们现在还抱着这个民进党时代的这些立法院的决议，现在都造有新的这个决议了，新的这个形式了，你们不能够因应。对，我们希望在这一方面呢，要做出调整的尺度。对，我们可以看到像中油跑到非洲去探勘也是失败的，这种钱搞不好都是洗钱，这种情形，那为什么不能够加强在东海油田的共同开发呢？我们又何必要舍近求远呢？而且经济上可以创造直接的这个利益，而且、油田蕴藏量还更大，两岸之间共荣互利，战略上还能够凸显台湾参与亚太事务，这种情形也不会被日本这个欺负了，对不对？对，这部分我们有一些计划，我们希望委员能够继续支持。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参与东海油田，你们已经有这方面的计划了，是吧？有计划，对，有计划了。我们不必再舍近求远，跑到什么喀麦隆啊，跑到这个非洲那些国家去探勘油田的吧？是，好不好？另外啊，在这边我们再请教一点啊，我们看到韩国人跟我们的竞争呢、啊，像孔子啦、端午节啦，都被韩国人去注册登记了，联合国的相关的商标登记，像五粮液啦、镇江醋啊，韩国人商人去把它登记变成他们的这个品牌了。台湾、大陆好，马上就快速的出手啊，有些已经拿回来，有些拿不回来啊。可是像我们台湾的，像洞顶乌龙啦、凤梨酥啦、阿里山茶啦，如果面对中国大陆或面对韩国人这样子也这样子登记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之道？对，这个知名商标的保护，在两岸这些智慧财产权保护协定之下，都已经包括进去了。那对韩国呢？那如果说对韩国这样把我们的知名商标也去登记，那我们有什么因应之道？有 WTO 相关的法规可以来因应，可以来因应，你们也会绝对不容许他。对，那一种是可以根据 WTO 相关的这个智慧财产权的协定来。所以你们绝对不会容许他们把我们的知名品牌也登记走的。应该不会，好不好？也希望我们国贸局在这方多注意一下，好吗？好不好？谢谢您。